合法聘购外籍劳工一定爱知影的法令知识。目前聘购外籍劳工的雇主总共有250,000人遐尼济，有超过600,000的外籍劳工变成台湾劳动力的一份子。正看到的外籍劳工聘购违法事项，你敢知影有啥物货？聘购外国人之前一定爱掌握查、核、问三要件，确定身份。检查外国人的居留证也是工作证，核对外国人所出示的证件是毋是甲本人共款。问清楚外国人的身份，假使讲是留学生，一定爱有学生证、居留证、甲工作证这三项证件。恁家最近敢毋是来一个外籍看护工？这礼拜来敢袂当请伊来阮家斗摒扫、整理一下。错误案例解散，雇主聘雇的外籍劳工借予别人做工课，会予处罚30,000到15,000的罚款；非法劳用别人聘雇的外籍劳工做工课，嘛会予处罚15,000到75,000的罚款。亲像予家庭看护工去菜园种菜、照顾囡仔，要求手工去厝内底清洁摒扫，予鱼工去市场卖鱼货，这些拢袂用得。雇主指派外籍劳工做许可以外的工课，会予处罚30,000到15,000的罚款。雇主若是有原无改善，搁予查到，劳动部会废止雇主聘雇外籍劳工的聘雇许可甲招募许可。外籍劳工连续3天无上班，失去联络，雇主要依法通报当地劳工机关、移民署甲警察机关。不过若是歹意讲白贼，嘛有相关的法条。正确观念要建立，合法聘雇上安心。